因为神先爱我哋，咁让我哋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都预备我哋心去点样回应神俾我哋嘅恩典。我哋首先我哋一齐祈祷好嘛？我哋一齐低头。我哋亲爱天父，我哋父神，主啊，我哋知道你系全能创造宇宙万物嘅上帝，你系满有权能，你俾我哋生命气息，你都系创造我哋，创造出面我哋所见到嘅一切。都是来自你的。我们知道主是你的爱，主在你里面是没有恐惧。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我们藉着我们的诗歌，藉着我们的心灵诚实去到你面前，我们将我们一起躺开，将我们的担忧或者我们有事要想，我们有很多的烦恼的时候，我们放开，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见你的面。主是因为你爱我们的上帝，多谢你听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 Amen。心，这刻应当来赞颂，心。全部献奉在你面前，心诚实敞开来赞颂，心诚实敞开来你面前，来，我一齐起身好唔好啊？心一齐。心，这刻应当来赞颂，心全部献奉在你面前，心诚实敞开来赞颂，心诚实敞开。今天苍生都要放声的称颂，一一都屈膝敬拜。今天找紧因主属天生命，每天得你掌赏。心，这刻应当来赞颂。烟风来你面前，一齐心诚实敞开来赞颂，心诚实敞开来你面前，来 1, 2, 3, 4。今天苍生都要放声的称颂，一一都屈膝敬拜。今天找紧因主属天生命，每天得你掌赏。今天苍生都要放声的称颂，一一都屈膝敬拜。今天找紧因主属天生命，每天得你掌赏。心，这刻应当来赞颂，心全部献奉在你面前，心心诚实敞开来赞。
主颂赞，你在我最深处，为你是我的神，为你是我帮助，今我愿意谦卑来敬奉。诗歌所讲，神系真系唯有我哋独一嘅真神，系佢系永远长存。咁圣经都话俾我知，唔单止神系全能，佢亦都系好似好一个父亲咁样，系同我哋嘅一个 relationship 系好相近。有时候我谂起，即系我同我自己个仔 relationship 都麻麻地啊，即系佢都觉得我一个麻麻地嘅 father， 我都会同佢讲。Well， 但是你的 good good father 就是天上的父神，是他是清楚你的需要多过可能我们清楚我们自己的需要，他都是爱我们的父亲。而呢我们继续去唱歌的时候，因为我最近有一首歌呢我都想跟大家分享啦，就是叫做 good good father， 就是最近英文诗歌都算是挺流行的一首歌，不过挺难唱的，所以呢我今次都试一下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但是如果你唱不到的话，尽量都可以，希望你留意歌词，用我的心灵去敬拜。I've heard about
thousand stories of what they think you're like, but I've heard the tender whisper of love in the dead of life. You tell me that you're pleased and that I'm never alone. You're a good, good father.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And I'm loved by you.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I've seen many searching for answers far and wide, but I know we're all searching for answers. Only you provide, 'cause you know just what we need before we say a word. You're a good, good father.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And I'm loved by you.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You're a good, good father.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And I'm loved by you.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To us.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 You are perfect in all of your ways.主啊，我哋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系我哋嘅天父，你系我哋嘅阿爸父，我哋愿意将我哋最好嘅都系献上，因为主啊，你清楚我哋嘅需要，你系可以信靠嘅，你系信实嘅天父，系咁嘅原因，我哋嘅盼望可以放喺你里面，我哋见到就算我哋生命系。有很多的 uncertainties， 或者我看到这个世界都是很乱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可靠的上帝，
我们可以将一切都交托在里面。不单止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愿意可以去跟随你，主啊，愿意我们都是学习怎样更加像你。主啊，因为你是美好 完美的，我们愿意藉着我们诗歌不单止去回应你给我们的爱，我们愿意都是因为你是完美的上帝的原因，我们去敬拜，将最好的摆上。愿意我们继续用诗歌去敬拜你的时候，求你悦纳，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 Amen。你的话在我心，使我脚步不偏离，引我走这人生的路。你的爱在我心，你必与我同行，牵我的手走下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世人所庆祝的情人节，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都希望能够成为你的 Valentine， 被你所爱。但求你帮助我们，同样能够将你变成我们的 Valentine， 是我们的挚爱。因为这样才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爱你不够，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爱你。但要在今天，我们在敬拜、在聚集的时候，这个不单单只是我们每个星期一来到这里的习惯。天父愿意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听到你向我们表达你的爱和关心。同样天父上帝，其实都有灵在这里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向你学习怎样去爱，怎样去关心，怎样去跟随一个为我们舍命的救主耶稣基督。天父上帝啊，祈求你赐福这个时间，当我们在这里和你亲近的时候，真的让我们能够见到你的面，听到你的声音。因为让我们的心灵因为与你相近的时候，我们一切的重担都能够卸下，让我们能够见到你、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天父啊，我们能够将一切的忧虑都同你去申诉。天父上帝啊，愿意我们在这里去敬拜你、服侍你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生不止于我们每日这样的生活，人生可以真的变得更加的精彩。多谢你能够成为我们的主，更加成为我们的天父。多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么福气去喊叫你做我们的阿爸、我们的神，赐福我们天父上帝，奉你救主耶稣得胜之名，阿们。大家请坐，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敬拜。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会点教会聚会的时候，很希望你能够找时间填一填你们的回应卡。这个回应卡不是单单在那个结束的时候填写的，如果你第一次来参加的话，希望你能够将你的资料写下。在崇拜完了，我们在外面有一个询问处，我们的 cross link， 那你将这卡放在那里。如果你第一次的话，你可以这样做法。那我们有一份小小的礼物是送给你，也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跟你联络的。咁除此之外咧，我想提一提嘅就係咧，就我哋嘅 Class 101咧係我哋會員班嚟噶。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會點教會啊，是否係一個你願意投身參與同我一齊服侍主嘅一個嘅地方咧？唔係地方啦嚇，一班嘅弟兄姊妹嘅話咧，咁啊歡迎你能夠係參加我哋依一個 Class 101，係3月13日，時間長少少，不過我相信喺當中咧，你會聽到好多嘅關於會點嘅見證故事咧，你唔會覺得沉悶嘅。咁你就希望你能夠同樣去到我哋嘅外邊咧 ，cross link 啊，詢問處係上網報名參加，有 iPad 喺嗰度噶啦。除此之外咧，有一個報告事項咧就冇登喺我哋依一個嘅周刊攝裏邊嘅。大家知道咧，我哋三谷，我哋有一個地方咧，好快要開工。咁啊，快到咩時間咧？係下禮拜一，唔係聽日，唔係聽日啦，係下個禮拜一。所以呢就下一個禮拜日晏晝2:30呢，我哋喺三谷嗰個嘅我哋新嘅地方呢，就會有一個動土啊，或者係動工嘅一個嘅典禮嘅。咁如果大家呢係有時間啊，希望趁下熱鬧嘅話呢，就好歡迎大家呢係下個禮拜日2:30呢，我哋就喺5627 Gibraltar Drive 啊，大家都知道啦，上面 Gibraltar Drive， 呢度係 Gibraltar Court， OK。咁咧，我哋就有一個動土嚟，咁就然後咧，22日咧，我哋就會開工啦。咁當然啦，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喺呢個時間咧，我哋仲未有全部足夠嘅經費嘅。不過我哋深信天父上帝會預備啦，咁所以我哋憑信心就開工啦。我哋就唔想拖，因為越拖咧，那個費用就會越大嘅。咁希望大家能夠為呢件事咧嚟到祈禱。咁我相信我要特別提出嚟咧，同大家分享嘅咧係幾件事咧。其他的話咧，請大家攞咗個周刊翻去之後咧，能夠為教會嘅事工嚟到禱告。咁現在咧，我哋會用少少時間咧，準備我哋嘅禮物帶到天父上帝嘅面前。所以我哋咧就做一個簡單嘅禱告之後，我哋嘅招待咧會收取今日嘅奉獻。咁如果你唔係信耶穌嘅，唔明白嘅話咧，大家知道你無需參與嘅。天父上帝，我感謝你，因為你俾我哋有機會咧係同你同工，你俾我哋有機會去見證你喺我當中奇妙嘅工作。我们祈求你就使用我们，
因为教会就是我们这班弟兄姊妹，与我们学习怎样去爱你、爱教会，将你给我们的恩典去同人分享，将爱能够传达出去，悦纳我们所献上的一切，并且加以使用，能够祝福更多的人。交托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上个礼拜开始咧，大家知道咧，我哋开始一个新嘅讲道系列咧，系讲咩啊？真基督徒 ，right？ 咁咧就完咗之后咧，就礼拜一、礼拜二啊，我哋收到咧就弟兄姊妹有啲嘅回应卡咧，咁啊其中有一张咧就咁同我哋讲嘅，佢话如果人都未重生啊，点能够做个真基督徒咧？咁啊呢个 statement 其实系好真嘅 ，OK？ 如果我哋未信耶稣，我哋冇一个新嘅生命嘅话咧，我哋点样会有一种嘅欲望去追求咧，系继续成长啊？以致到我哋能够经历神更多咧，嗱，所以咧，真心信主啊，做一个重生得救嘅基督徒咧，依个系一个基本嘅条件嚟嘅。咁但系咧，好啦，我信咗主咯，吓做咗基督徒。啊，上个礼拜同大家讲一个真基督徒，其中一样嘢，我相信要学习嘅就系，我哋耶稣基督嘅仆人，我哋要做一个真仆人。咁而今个礼拜里边嚟讲咧 ，along the line 咧，如果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嘅人咧，怎样能够成为一个模范的跟随者呢？咁就跟随者英文就简单啦，叫 follower 啦，就是跟随另外一个人的人咯，吓，即系一个人也好，通常讲人啦，啊，做一个 true follower 啊，或者一个 model 嘅 follower， 一个咧吓，即系跟随者嘅榜样。嗱，我唔知大家点谂咧，唔知你想做一个跟随者咧，定系想做一个领袖咧，吓？有些人曾经这样是讲一句这样的话， Is it better to be a follower than a leader？ 是不是做一个跟随者就比做一个领袖好一点呢？不是这样转，是不是做一个领袖比跟随者好一点呢？翻转头，是不是一个跟随者会比一个领袖好一点呢？为什么呢？因为做一个跟随者呢，你不用负什么责任，是不是？你不用去定规矩，有些人很怕定规矩，是不是？那么衰了呢，咁啊，你個 leader 衰啫，唔關你事啊嘛，係嘛？你唔會受人哋指責啦，唔會被人哋取笑啦，咁樣樣啦嚇。咁啊，你又唔會行嘅行先，唔衰行先啊嘛。死又唔衰你死先咯 ，right？ 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啊，都係可能做個跟隨者會唔會好啲咧？咁啊，有個問題。咁但係咧，其實另外一啲人咧就覺得咧，其實做領袖咧個情況又唔同嘅喎。做領袖咧，咁你有多啲 control 嘛，有多啲嘅操控嘅嗰種嘅能力。可以去影響人，去操控人，告訴人做些什麼事。有些人很喜歡告訴人 what to do， right？ 這些似乎是一些領袖的一些的質素。除此之外，做領袖你可以選擇一個你喜歡的環境，有些什麼成功的話，你得到的益處會更加多，而且
可能咧，你更加会成为一个英雄 ，right？ 咁所以咧，跟随者也好，领袖也好，都各有唔同嘅一啲嘅观点同埋睇法。咁啊 ，what about you？ 你咧？你想做一个跟随者，定做一个领袖咧 ？OK？ 你觉得做一个领袖好咧，定系做一个跟随者好咧？咁啊，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其实我相信咧，每个人都可以做领袖嘅。在不同的層面裏面都可以做領袖，所以下一個禮拜呢，我們就會跟大家分享呢，是一個仆人領袖是怎樣的呢樣。但與此同時，我也希望提醒大家，就是說你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我同時都是一個跟隨者的，你總有些人去跟的，無論在家也好，在工作的地方也好，在學校也好。所以我們會有領袖的質素，每個人在若干的環境當中，我們都會成為一個領袖。但與此同時呢，我哋唔好忘记，我哋亦都系一个跟随别人嘅人。那个问题就系你跟边个啫？吓，你跟边个？咁所以咧就即系今日同大家就去讲咧。嗱，领袖咧就有好有坏。一个跟随人嘅人咧就有忠实同马夫嘅分别。咁今日我哋讲到咧啊，一个耶稣嘅真门徒嘅话咧，我哋系一个耶稣一个忠实嘅跟随者。到底系点样样嘅咧？咁吓。咁就我哋睇下呢个嘅圣经里边咧系点样去提醒我哋。我哋睇约翰福音嘅十二章第二十六节吓，睇下耶稣咧对嗰啲跟随佢嘅人啊有啲咩嘅期望。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廿六节嗰度话：谁要侍奉我，就得跟从我。我在哪里，我嘅仆人咧也要在哪里。那侍奉我的人，我父亲一定重用他。嗱，好简单啫，一个跟随耶稣基督嘅人，点解要跟随佢咧？啊，唔单因为佢系救主耶稣基督啦，你跟随得耶稣嘅话咧，其实你谂咗，你就要服侍佢噶啦，系咪啊？佢系你嘅主人嘛。一个跟随耶稣基督嘅人，就是一个好想服侍耶稣基督嘅人。一个咧好想服侍耶稣嘅人咧，就一定要时时跟同耶稣一齐咯。你唔同耶稣一齐嘅时候，你点样服侍佢咧 ？Right？ 所以咧就。我哋讲咧吓，一个耶稣基督嘅随从啊，或者讲得啊，香港人广东话咧啊，比较倒肉啲，叫跟班啊嘛，系嘛？啊，跟班对我哋嚟讲，好似唔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称呼嚟嘅。但系其实我哋就系耶稣嘅跟班，跟住耶稣嘅身边，听耶稣有啲咩需要，好似个仆人跟住个主人，就斟茶递水。点解？让嗰个嘅主人能够咧可以发挥佢最大嘅能力，去完成咧佢要做嗰个嘅工作。当我们同神同工，当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作用。而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一个这样跟随耶稣的人，时时在耶稣身边去服侍主跟随耶稣的人，天父是会重用他的。 Robert Kelly 在一本书叫做 Military Leadership， 就是从军的 Military Leadership in Pursuit of Excellence， 他提到他说其实一个 follower， 当然他的背景大家知道了，刚才这个 quote 就是在军队当中 in pursuit of excellence， 就是在一个军队当中怎样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士兵跟随者呢。那么 Robert Kelly 在一篇文章里面他提到有四类的 follower， 有四种的跟随者。我们看看从左上角你会看到是 alien 的Alienated follower， 我将它翻成就是一个是疏离的跟随者。这个疏离的跟随者你会看到有 critical thinking， 有独立的思想，有批判性的思维，但是呢很被动。右下角你看到就是左下角你看到是被动，是右下角你就是主动，然后左边上面是高是低。一个 alienated 的 follower， 一个疏离的跟随者，有自己一套的想法，自己的思想，OK， 参与好低。咁然后咧，左下角咧，我哋称之为乜嘢咧？啊，顺服如羔羊嘅跟随者。OK， 咁呢个咧，我哋睇到咧就冇乜 critical thinking 啦，即系唔会有自己独立嘅思维，即系好少啦，或者唔系好 care 咁样样啦。咁但系咧就被动啦，被动啦，有被动又冇自己思想，好似羊好乖咁就跟住你行噶啦，你带去边度，佢就去边度走啦，咁样样。咁然後咧，我哋再向右邊移嚇，咁啊右下角咧，右下角係乜嘢啊？
就是那些 yes people 啦，就是说那些言听计从的人。那言听计从的人是怎么样的呢？那就即是又是没什么自己的想法，自己思想或者很少，不过呢很主动。参与上面来讲呢，很 active 去 involve， 你叫做什么他即刻有反应的，就不同那些羊仔呢，你叫他都不太动跟你走的。但这班人就不是的，yes sir, yes sir, 他就跟着你走的了，这样。咁然後到右上角，右上角咧啊，稱之為 effective 嘅 follower 啊，即係中文比較難翻一啲嚇。咁我就暫時翻做有效嘅跟隨者。咁佢特性係乜嘢咧？有自己獨立嘅思維，有一個批判性嘅思想，而且咧又好積極、好主動去參與。好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即係瞭解咗呢四類唔同嘅 follower 跟隨者之後咧。就你覺得天父上帝會用哪一類的跟隨者多一點呢？你想想、天父上帝會用哪一類跟隨者多一點呢？那你不用答我的、然後呢，如果你來了會點教會一段時間，那你覺得會點人大部分又是哪一類的跟隨者？會點人在教會裡面最多的是哪一類的跟隨者？有答案没？我没答案、不过有一个答案你一定知道，你自己是哪一类跟随者、如果你跟随的耶稣基督的话，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类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我们说基督徒 What are we？ 在四个的 category 四类人当中，我们是什么呢？当然呢，就 Robert Kelly 呢，我相信呢，他觉得一个最理想的跟随者呢，就应该右上角的啦、即是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看法， OK， 与此同时呢又很积极参与这样。但是作为一个基督耶稣的跟随者呢，我就觉得不够的，不够的。因为呢在圣经里面呢还有其他对一个耶稣跟随者那个的要求。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呢去思想一下，如果我们真的学习了一个基督徒，做一个真门徒，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有些什么的质素，是一个跟随者应该拥有的质素呢？第一呢，就要谦卑。第一，谦卑。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第二十四节，马太第十章二十四节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其实很简单两句说话而已，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然后呢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明白 sense 啊 ？OK， 嗱，好明显咧，呢两句说话咧系讲到关系同埋态度嘅问题。嗱，当然我哋都知道咧，有啲学生好叻嘅，青出于蓝啊嘛，我话系咪？咁学生叻过先生嘅，有冇咁嘅情况咧？有嘅。有冇啲仆人系嗰个工作嘅能力系高过主人嘅咧？大把啦，系咪吓？你成日觉得自己叻过你老细噶？是不是？不过你不是老细啫嘛，啱唔啱？所以呢，即系学生要青出于蓝嘅学生，老即系仆人、工人咧，雇员咧，都有一啲叻过自己主人啊或者上司嘅人嘅。那个问题系呢、这个圣经里面所讲到嘅系嗰个关系同埋态度嗰个嘅问题，系讲到我哋位份嗰个问题。做一个跟随者咧，要明白自己嗰个位份，你个岗位系乜嘢？很簡單，裏面其實呢度講到我哋要尊重我哋嘅老師咯，講態度啊嘛，講位份啊嘛，尊重我哋嘅老師，同埋咧啊要讓我哋嘅僱主或者我哋上司咧係得到光榮，因為冇咗佢哋就唔會有明日嘅你咯，係咪？我哋受佢哋嘅教誨帶領，所以不斷有成長啊嘛。就算你叻過去又如何咧，都係佢哋帶領我哋噶，都係佢哋幫助我哋噶。所以无论如何都好，当我们做事跟随这个老师的时候，要将一切的荣耀尊荣都给他们。谦卑呢就不等于自卑，自卑是 low self esteem、就是觉得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很没用，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这些呢就叫做自卑。但谦卑是什么呢？
谦卑是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有限，同埋咧，无论几叻都好咧，你都唔会知道晒所有嘅嘢嘅。你几叻都好咧，你都会有你嘅限制，有你嘅 limitation。谦卑系乜嘢咧？懂得去欣赏人嘅长处同埋优点，懂得咧去尊重人哋嗰个成就。呢、这个就系谦卑。啊，一个好出名嘅神学家喺英国嘅 C.S. Lewis 啊，路易斯，可能大家听过佢。佢话乜嘢谦卑咧？佢谦卑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is thinking yourself less。个意思系乜嘢啊？佢谦卑唔系小看你自己，但系看你自己少一点，唔系睇低自己，不过唔好成日睇住你自己。呢、这个咧就系谦卑嘅意思。另外有人话谦卑系乜嘢咧？佢谦卑就系 putting other first by giving up what you think you deserve。藉着放弃自己应有，你觉得自己有的那种的权利，而将别人放在你的前面，这个呢就是谦卑。不等于你没有能力，你 deserve 的，不过你不 boast about it， 你不会呢觉得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比人厉害，你将别人放在前面，这个就是谦卑。所以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说要跟随耶稣，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一个耶稣基督跟随者，要学习同样那个的功课。我哋要寻求天父上帝引领我哋前面嘅道路，呢个系我哋应该做嘅事，因为佢系我哋主人，佢哋我哋嘅头 ，right？ 但系唔系为咗你带我行条路，等我能够成功啦，呢个唔系我哋最主要嘅原因同埋目的。我哋寻求天父上帝俾我哋嘅引导咧，系希望我哋让自己有机会去跟随耶稣，做天父上帝吩咐耶稣去做呢个工作，让我哋能够有份去参与啊！啊，呢个系我哋祈求嗰个嘅原因。所以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这个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因为我感谢主在会议当中我不见到太多在侍奉上面很保守包你的侍奉，觉得看看我为神做多少事，看我带几人信耶稣，以前我见过一些基督徒哇带了两人信耶稣周围跟人说，当然开心是应该，不过你知道他是保守包你，神用我带了多少人信主，神用我做了多少奇妙的工作，是将荣耀归给自己，不是将荣耀归给天父上帝。一个谦卑的跟随者，如果神使用我们的话，应该将一切的尊荣归给耶稣基督，归给天父上帝。第二样东西，我相信呢就一个就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个模范的门徒，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在跟随耶稣一起做工的时候，与主同工嘛，必须要投入，必须要投入，将耶稣基督的工作就当作是我们的工作，这个就是投入那个的意思。耶稣的事就是我的事，耶稣关心的事都是我所关心的事，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看看当日就在马其顿有一班基督徒，他们有好几个教会，教会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到底这班人他们是怎样跟随耶稣基督的呢？我们看一段圣经是有四节，长的这么多，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到第四节，这个保罗跟我们讲的说话来的。保罗就说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上帝怎样恩待马其顿的各教会，神好恩待马其顿的各教会。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他们从所经历的患难受到严重的考验，但是他们充满了快乐，在极度的贫困中仍然慷慨捐助，我敢证明他们的捐助是竭尽所能的，甚至是超过了他们的力量，自愿地他们向我们恳求，让他们在接济犹太的信徒这一件善事上有份。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马其顿众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他是如何跟神同工，如何跟随耶稣基督的呢？马其顿的教会大家都知道是保罗第二次就是个福音旅程，就是宣教旅程当中是建立的教会。马其顿在欧洲里面绝大部分是非犹太人，就是说外邦人的信徒为主的一些的教会。在那个时间呢，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是遇到很大的生活上的一些难处，于是使徒就去宣布，或者说，我们要去帮一帮这班弟兄姊妹，
就将个消息咧就同其他教会分享，希望其他教会咧能够去帮助解决咧，即系耶路撒冷犹太人、犹太基督徒嗰啲咁样嘅需要。咁大家知道喎，我刚才讲过，呢个马其顿喺欧洲，离开耶路撒冷喺中东超过1000英里。但系呢个消息咧就传到去马其顿嘅众教会，而保罗话马其顿中国众教会咧听到之后咧，竟然系好积极、好乐意、超乎能力地去捐书。当我睇到呢个古仔嘅时候咧，我都喺度谂：哇！依家班马其顿基督徒又唔系犹太人嚟嘅，大部分非犹太人，有冇去过耶路撒冷啊？我相信佢哋耶路撒冷喺边都唔系好清楚，大概喺中东啩，好多人冇去过噶嘛，系咪？他有没有跟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有什么交往？ I don't think so. 应该没什么机会见面，就算有的很少数，是不是？大家不识的，离开千里那么远。但是呢，这班基督徒在马其顿的宗教会听到犹太人有需要，在耶路撒冷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他们竟然就很乐意的去捐书帮助他们。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其实保罗话点解佢哋系蒙福嘅咧？因为其实马其顿嘅众教会咧并不富有，事实上咧可能同样嘅穷困，同样需要人去资助。圣经讲噶嘛，唔系我讲噶，系嘛？佢就极度贫困当中。马其顿嘅众教会唔系有钱，马其顿众教会里边弟兄姊妹其实同样面对好多生活上嘅难处。但系当佢听到耶路撒冷嘅教会有需要嘅时候，呢班人竟然有咁样嘅反应，而保罗话：我可以为佢作证，我可以为佢作证，佢哋系尽咗能力，而且系超过佢嘅能力，去帮助佢支持耶路撒冷嘅教会。即系我喺度谂啊，点解呢班人会有咁嘅反应咧？嗱，保罗，你如果真系答清楚咧吓，呢几节圣经嘅味道嘅时候咧。这班基督徒不单单是奉献，而且是超过能力，而且还是什么？恳求保罗给我们捐。哇，要教会多一点这样的人多好呢。为什么呢？ Why？ 很多时候我就看这个故事就算数，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班人竟然会有这样的反应，即是对耶路撒冷教会那个需要有这样的反应。即是我想来想去，我只想到我刚才所想的，就是因为这班在马其顿众教的基督徒，他觉得这个是主耶稣的工作。如果主耶稣是一个好牧人，他见到羊有需要，他一定不惜一切去照顾去帮助这些这样的羊。如果这个是主耶稣的工作，是我们牧者的工作，都成为我们的工作。你明白我说什么吗？马其顿基督徒觉得这个是耶稣关心的事，这个是耶稣会做的事情，既然耶稣都会做，他是我们的主嘛，他做我就跟着他做，他的事变成我的事，他的工作变成我们的工作。所以 we have to， 我们一定要忠心，一定要努力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上个礼拜日咧，唔系上个礼拜日，系前一个礼拜日咯噃，1月31日，我哋召开咗一个咧特别会员大会吓。咁我好感谢主，因为好多人出席，我相信我在座好多弟兄姊妹都喺度。咁点解要开特别会员大会咧？因为就要特别要去讨论啊，分享有关咧我哋 President 分堂啦，系我哋福音基地动工啦。刚才我报告过咧，1月22日开工。当我见到咁多弟兄姊妹嚟出席参加呢个嘅特别会员大会，比我平常嘅会员大会出席人仲要多好多，其实我心里好感动。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呢班弟兄姊妹关心咯，呢班弟兄姊妹关心教会嘅发展，呢班弟兄姊妹觉得呢个系我哋属灵嘅家，呢个家我哋有份。所以很希望能够多知道家庭里面发展的情况，家庭里面那种的需要，所以很多人来出席。
我因为他们那个的关心，因为他们那个的参与，我很感动。因为他们不是只坐在那里， I can tell， 我可以为他们作证，个个都很留心，都问问题的，有人问问题，个个都是他们表决的， OK。 但他从来没有差人出教会，即是了解明白我们可以怎样去支持，可以怎样去参与。我为着弟兄姊妹能够这样去参与，当这个是你属灵的家，我感谢赞美天父上帝。前一个礼拜我们通过了一个很庞大的扩堂的一个的预算，那我们又通过了我们那个筹款的目标， OK， 希望在工程完了之后呢，我们能够筹到70万。那么下礼拜我们开工，我心里边有想，感谢主，感谢主，即是弟兄姊妹通过了我们提出来的这些这样的议案。不过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的 information。 那我就请我们教会那些财政的同工呢，就跟我做一个统计，太琐碎太烦了，我说可不可以你帮我做一个统计，看看我去年有多少的奉献单位。咁感謝主，我都唔少喎。我哋舊年有514個奉獻單位。OK， 咁但係咧就同工講俾我知，佢話喺514個單位當中有幾個啦，好少數咧我哋睇到係每季奉獻嘅，每季一筆咁就奉獻俾教會咁樣嚇。所以通常季尾咧就可能我哋收入會多啲嘅，奉獻會多啲嘅。但係呢個同工話俾我知，佢喺舊年52個禮拜裏邊，奉獻超過6次以上 ，six time， 只有249個單位。嗱，我唔知道大家點樣去解讀呢啲咁樣嘅數字。不過我只係同大家分享呢個咁嘅 information， 你自己去解讀。我只係同大家去分享就係話，如果我哋關心我哋屬靈嘅家，或者你當會點係你屬靈嘅家。是神帶領你來的，你 feel belong， 你覺得這個教會你有份， OK， 我只可以鼓勵你能夠投入在這個教會裡面的服事，投入在教會裡面那個的工作。我相信我都不是第一次說，其實我們是很蒙天父祝福的，很蒙天父祝福，不單單教會蒙福，眾弟兄姊妹都蒙福。我相信我們教會裡面沒有什麼好像馬其頓教會耶路撒冷教會裡面那些十分窮困的人， I don't think so。 不過你知不知道我做牧師的時候我最 concern 的是什麼？這個都是我的責任的，我最 concern 的是神很祝福我們的生活， What about our spiritual life？ 在我們屬靈那個的經歷上面，信仰的经历上边，侍奉主嗰种嘅喜乐上边，系咪同样都咁富足咧？听到牧师讲咩嘛？一路以嚟，点解你要留意到呢两个讲道系列，其实都系讲点做基督徒？所以个重点系我哋属灵嘅生命，经历神几多，领受几多？呢个同我哋点样去跟随耶稣基督有直接的关系。牧师关心的是大家的灵性，我们信仰里面的体会，到底神对我们来说有多真？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怎样跟随祂的呢？我们有没有投入在神那个的事工当中？好像当日马其顿的教会，神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工作，耶稣要做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去参与呢？雅各是一个很实重的一本的、就是、经卷、雅各书呢在第一章22节那里说，他说你们不要欺骗自己，以为只要听到就够了，相反你们必须行动。雅各受圣灵的感动提醒我们每个基督徒，不要自己骗自己，以为只是听到就够了。你是否能够经历神？你是否能够跟神的工作里面有份？
你的参与很重要，你的遵从很重要。所以呢，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要听耶稣话的人咯，即如果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就要听耶稣的教导，听耶稣那种的吩咐。我们对人不需要做一个言听计从的人，因为人有缺陷有缺点，人有问题的嘛，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是信耶稣，而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独一的真神，他是 100% man and 100% God， 100% 人 100% 神，我们对耶稣的时候要做个 yes man。 对其他人你不需要，因为人有缺点有问题，但是对神对耶稣基督，我们要学习做一个言听计从的跟随者。在教会里面讲 obedience， 不是听从牧师，不是听从教会的领袖，是听从耶稣基督，听从神，听从圣经，我们经常讲的、right?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 Obedience， 遵从，有三个层面，最少有三个层面，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层面。 Obedience， 遵从有三个层面，第一是信任，第二呢就要听，听从，然后第三呢是要行动。这三个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除非我们相信耶稣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如果不是，我们很难会完全去听从他的吩咐咯，是不是？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如果你还有怀疑，那难怪我们不会完全听他说，因为你有怀疑嘛，是不是？除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如果不是，我们很难完全听从他的吩咐。除非我们对耶稣的吩咐，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了，除非我们对耶稣的吩咐呢是没有半点疑惑，如果不是的话，我们都很难去完全听从耶稣，对吗？没错，耶稣神的儿子，不过我不是很 sure 这个是不是他讲的话，牧师有没有解错圣经，我有没有了解错，这样当你有怀疑这个不是神的说话，那你又不会 100% 完全去跟从。但是除非我们能够呢知道这个是耶稣神的儿子，这个是他的吩咐，我们很清楚，毫无半点疑惑，这样我们才会敢冒险去采取一些我们没有行过的行动。大家听到这个关系，大家听到关系，这个相当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在这个遵从这个事情上面来讲，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 self-examination， 一个自我的检视。What is Jesus to you? 不是who 你知道耶稣是谁的，神的儿子，不过 What is he to you? 他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子？他是不是你的救主？对你来说，他是不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是全知全能的创造主。你要问自己的问题， Is it what you believe? 你缺乏一个信心，求圣灵帮助你加添你这个信心。然后第二样东西呢，如果耶稣我们真的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上帝，耶稣跟我们讲什么，那你要去明白，要去知道。所以你还没参加我们的研经小组，不出 出去参加，麻烦你、okay? Crosslink 下低，我们还有很多的空位的。我也都鼓励大家在2016年新一年好好做灵修，每天跟神亲近，看他的说话，去默想，去思考，去明白神的心意，以致到你对天父上帝的吩咐毫无疑惑，然后我们才会 take risk， 我们才敢，他是神来的嘛， OK， 这个神讲得很清楚，毫无疑惑嘛， Let's go for it， 我们去吧，我们就敢冒险采取行动。这个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勇气的、但是在我们的经验当中，每一次当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给我们的引导，跟随主走，我们就能够见证神话语的真实和神能力那种的伟大。我们见很多过去十几年，感谢赞美主。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做这件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很有趣的，有一个人叫我 Jack， 我们当中有人叫我 Jack，
一日咧去到一个峭壁嘅上边去观景啊！啊，有冇听过个故仔啊？喺峭壁上面观景、啊，哇！一个唔留神跌咗落去，死啦！好惊啦，当然吓，哇！周围走出嚟啦，啊！好彩跌到冇几远咧，就俾人一拨喺悬崖当中咧，伸条树枝出嚟找条树枝，于是成个人挂喺嗰度，挂喺半空当中。啊！咁大家都知啊，佢亦都知。我不可以撐幾耐嘅噃，點算好咧？咁冇得選啦！你嗰個時間 ，nothing you can do， 你唔能夠做啲乜嘢，唯有就喂上邊有冇人啊？救命啊！救命啊！上邊有冇人啊？我跌咗落嚟啊！哇！喺度大聲叫，哇！見到聲都沙咗，好似都冇乜反應，哇！覺得手開始軟啦，點算好咧？點算好啊 ？What you can do？ 點算啊？祈禱啦嘛，點算？啊、天父上帝，你要救救我啦！你肯救我，乜都肯制。如果你系神嘅话，你要救我啊！你要救我。忽然间咧，佢听到一个好深厚嘅声音 ：Jack，Jack，Are you hearing me？ 听唔听到我叫你啊 ？Oh yes， 我听到。Who are you？ 你系边个？呢个声音话。我是上帝，你不是叫我咩？你不是向我祈祷咩？啊，依个 Jack 咧就沉默咗一阵，谂一谂。OK， 上帝，请你而家就救我啦！你救咗我嘅时候，我以后唔再犯罪，你叫我做乜我都做，我一生一世会服侍你。Help me now， 而家就救我啦！这个声音话。Jack， 讲好容易嘅，做唔系咁简单嘅。不过等我救咗你先算啦。啊，咁你留心听住。Oh sure， yeah， 我听住，留心听。无论叫我做咩，我都做。OK， 听清楚啦。放开你只手 ，Let go of the branch。你讲咩话？你讲乜嘢？放开那条树枝，你要信得过我。Jack 又沉默了一阵，然后望住峭壁上边，救命啊！救命啊！上边有冇第二个人啊？但我谂到一日我哋会挂喺个树上边。向神发出同样的祈祷，而神向我们显现讲说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放开你的手呢？如果你不相信那个是神，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是神的说话，我相信没人会这样做。我们感谢天父上帝，神把你在美国，不是放在中东，不是放在那些 ISIS 占领的地方，但弟兄姊妹你知道而家你费事去睇，睇到麻木晒。好多嘅宣教士，好多落喺嗰个情况里边嘅基督徒，每日要面对死亡嘅威胁。但系相信神系独一嘅真神，佢相信圣经嘅应许，神嘅说话，佢宁愿死都唔放弃佢哋信仰。可能神知道我哋信心唔足够咯吓，所以摆你喺美国啦吓，等你唔需要面对呢一类咁样嘅挑战。但是今天我们在美国，弟兄姊妹，神很恩待我们，神很祝福我们，特别我在湾区，当然有很大的生活压力，我们知道，但是相对在其他地方的基督徒 we are nothing。 今天我发觉我们在美国做基督徒最常要面对的挑战和挣扎是什么？怎样去行圣经？圣经随手可得，大家有 iPhone、有 iPad、有电脑。你不是不知道圣经，你不是不明白圣经，但是我们经常要挣扎怎样去行圣经。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想做一个好基督徒，能够时时经历神的话， We have to pray， 求神的灵光照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实践圣经那个的真理。
嗱，呢個係一種屬靈嘅操練嚟嘅，係一種屬靈嘅操練嚟嘅。我希望從今年開始，大家一齊去學呢一個功課。唯有我哋能夠有啲咁樣信仰嘅經歷嘅時候，你嘅生命嘅屬靈嘅生命先至會扎實。唯有我哋能夠咁嘅經歷嘅時候咧，你先會覺得哇，原來信耶穌，我哋嘅神真係好勁，真係好精彩，我哋嘅人生。神真的听人祷告，神真的有力量。不要只是听牧师讲一些很 exciting 的故事，你同样都可以有这样的经历，只要你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而行。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个特征，要勤快啊！弟兄们，我还有讲，还有事讲未讲完。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我们都知道怎样可以讨上帝的喜悦，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做，什么时候去做，还有我们做多少、right? 不是不知道，大家都知道，但有没有做呢？做多少呢？什么时间去做呢？这样样保罗的建议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明白了上帝的旨意，就立刻去做。所以的时间是 now， 除非你不知道，你一知道你一明白了，即刻就去做。我小的时候做事是慢条斯理的，爹哋妈咪好锡我，爸爸没怎么理我，妈妈就好锡我的、okay? 很多事都不用我做的，所以做事我大摇大摆，慢条斯理。所以我妈那时候时不时叫我猪油膏、猪油膏你知道什么意思，真是哎呀，真是一皮嘢咁样，退唔喐嘅。天父恩典，信咗耶稣，神改变我好多，又把我咧就放喺惩教处嗰度。大家知道惩教处做工啊，惩教处一个纪律部队啊。哇，即系成日都听 command 嘅吓，要听 order， 而且唔系净系听，一听咗要点啊？即刻做啊，做慢啲都唔掂。哇，对我嚟讲啊，啱啱开始一个好大嘅挑战，但系得个好大嘅操练。神慢慢是改变了我，所以很多时候呢，现在呢、当然都未是 perfect 的、有什么工作要做的时候、以前是写低的，现在我写得费事即刻做了先、特别那些可以很快做的那些。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做，不过拖一拖、因为最喜欢的后生仔是吧，一拖的时候不是你不想做，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就不做了，做不到了。当我去练习一知道即刻去做的时候，我发觉哇，原来我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不是我工作能力比人家强，但我发觉原来我懂得怎样去掌握时间，能够为主做多很多的事情。就好像呢，即大家有没有喝茶，大家喝茶知道的、保罗说不单单要服侍主、要呢按照你所行的更加勉励，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你的主人怎样吩咐你，你不需要上帝再吩咐你，只要你知道呢这个是上帝的心意，神喜欢做的话呢，就要在你已经建立的基础上面加倍努力，即做多一点、大家去喝茶就会了，去喝茶的时候呢、哪些伙计你给他花礼他、知道什么叫花礼、贴士，哇，不用你叫，即刻来斟茶倒水，哎呀，倒些茶即刻帮你抹。OK， 吃完的嘢不需要你入手，喂，嚟啊嚟啊，叫极都不嚟，不用的，一立到即刻同佢清理晒，等你可以吃多啲，哇，真的很开心，吃得很开心，是不是？嗱，呢啲就是勤快嗰、那个嘅意思，呢啲系机灵敏捷啦，即系可以很快去做呢啲咁嘅工作。我觉得我哋服侍神，跟随耶稣基督，我哋传福音又好，服侍人又好，服侍教会又好，我鼓励大家都要培养。咁样嘅习惯，当你愿意咁样做，我讲俾你听，你会发觉原来天父上帝真系要你同工，天父上帝为你预备咗好多，你冇谂过神已经做嘅工作。寻日我同师母去 Tracy 揸一个半钟头车，因为 Tracy 有一个 life group， 有一个小组，好多好好嘅古仔。不过我哋特别去关心佢哋，同埋咧去了解呢个小组发展嘅情况。咁啊，即系佢哋三点钟开会，我哋十二点半就去到啦。因為約了他們的 leader 在那裡談、就是、直接聽到他們怎樣去看。我們感謝主，他們開了一年，剛剛一週年，帶了四個人信耶穌，很 excited。 於是我們一起去分析、去當地的處境是怎樣、他們有什麼成員在這裡、然後就發覺其實呢，他們已經只有兩個家庭可以 open 給他們聚會，不夠地方用，怎麼辦好呢？ OK， 然後呢小孩子、同一個房屋裡面吵喧巴閉，
OK， 佢哋好难专心，有少咗个时间。但系佢哋睇到神嘅工作喎、哦，啊，而家啲人好叻噶嘛吓，个有手机啊，系咪啊？我哋即刻上网去抄料，哇！附近有两个教会，上个礼拜其实我哋都揾过噶啦，已经吓，诶、啊，联络过咁样。咦？可能佢帮助、哦。跟住我哋两点半完咗之后，仲有啲时间半个钟头，我哋一齐喺嗰度发梦，发完梦之后，即刻揸下车喺个附近嘅社区度兜。去了两个不同的 location， 都是很近他们聚的地方。哇，发觉已经神已为我们好好的预备。礼拜六没人用的那些教会，很大的地方，很漂亮的地方，可以给我们去使用。你明白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哇，弟兄姊妹，当我激 excited， 发觉神跟我们同工的时候，哇， right there， way away， 都不需要等了，牧师还有半个钟头， let's go around， 我车你一架车，几个就兜个圈。当我哋去睇嘅时候，就发觉神嘅恩典、神嘅预备。开小组嘅时间，我鼓励佢哋，我同佢哋分享我哋刚才同啲 leader 讲咗啲乜嘢。OK， 我哋同佢哋分享我哋嘅梦啊，我哋嘅 dream 系乜嘢？我哋同佢哋话，如果神祝福呢个 group 能够做得起，到我哋七月尾八月搬入去新地方嘅时候，我哋喺嗰度可以开始一个新嘅事工。为什么？当你肯回应，当你肯用脑，当你肯跟随耶稣基督，你会见到原来神可以使用我们做一些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没有想过神已经在背后预备了。所以请大家继续为教会的发展、教会的事工来祷告。但最重要呢，为你自己祈祷，到底你是一个什么的跟随者？你是一个 alienated 的 follower， 一个疏离的跟随者，是一隻羊，或者一個 yes man， 又或是一個 effective 的 follower of Christ。 跟隨耶穌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將耶穌放在首位，讓神得到一切的榮耀？神給我們一個屬靈的家，你未上 101， 3月13號請你 sign up 好不好？告訴你 what God has done at Crosspoint，做一个回点，投入在教会的侍奉当中，然后跟随主，听他的引导，我们会经历更多的神迹，经历神更多的作为。 Are you with me？ 天父上帝，祈求你的灵亲自的动工。天父上帝，祈求你的灵向我们的心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环境去敬拜、去服侍。但我们讲过很多次，天父啊，这个是爱来发展福音的基地，不只是我们享受团契的地方。帮助我们能够认同你对教会的计划，明白你的心意，赐给我们勇气、信心去跟随。天父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福气，亲眼去见证你在我们当中不断奇妙的工作。天父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件工作上面有份。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 preach team 唱歌，我都鼓励大家的，不过牧师都沉气噶啦，啊！座位前边有回应卡，有代祷卡 ，take some time， 写低你嘅 reflection， 写低你嘅思想，写低你嘅感觉。It's not for us， 唔系为咗我嘅缘故，为咗教会缘故，系为咗你自己嘅缘故。将神对你嘅说话、你嘅感动写下，求神 make a little change in your life。我都唔期待好大嘅转变，但你嚟崇拜、亲近神，你希望你属灵嘅生命应该有转变嘅，系咪？那个转变是什么呢？今天你听到什么呢？神跟你讲了什么呢？用少少时间写下，好不好？你的光在我心，使我
脚步不偏离，引我走这人生的路。你的爱在我心，你必与我同行，牵我的手走下去。主啊，我要真追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坚持一生不偏离。主啊，我写完就起身啦，未写完继续写 ，OK？ 未写完继续写 ，All right，It's fine。使用我们能够成为你宝贵的器皿，里面装着你无私舍己的爱，并且能够与其他的人分享。这个是你给我们教会的使命，爱要从这里开始，将你的恩典、你的救赎向全世界的人宣布，帮助我们能够在这里离开之前，在你面前好好的立志，要将这种的恩典和爱带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身上。愿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天父上帝的慈爱，还有圣灵的帮助和赐给我们的力量，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阿们。下个礼拜我们讲怎样做一个忠心的牧人，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回来参加。